胜者为王和七号一脉相承，因为伤病的原因退出。本场比赛呢，一共有六匹赛驹。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初赛的马匹和骑师的情况。出闸了，出闸之后，我们看到目前领先的确实是一号的海洋暖流，他今天的闸位二号闸不错，身旁是六号的跃龙福星。好，三号的赛字308看上去今天的状态也不错，目前三号赛字308是处于领先。四号富安风云，四号的富安风云，现在六号的跃龙福星上来了，六号的跃龙福星和四号的富安风云这两匹赛驹目前是处于领跑的位置，中间是一号的海洋暖流。最外栏我们看到有一匹赛驹现在开始杀上，目前有一二三四四匹赛马是齐头并进，最外栏是二号的燕春林辉，现在领跑的是一号的海洋暖流，领先的优势并不明显，和他竞争的是四号的富安风云，一号海洋暖流和四号富安风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七号一脉相承，八号的话语风貌也上来了，八号话语风貌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好像，哎呦，这个角度看不太清，应该是几乎同时撞线。八号好，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成绩，获得冠军的马匹是八号马话语风貌，骑师敖白云，时间是1分14秒84。获得亚军的马匹是四号马富安风云，骑师阿依波勒，时间是1分14秒90。获得第三名的马匹是一号海洋暖流，骑师双鹰。